菜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四《自由的呐喊》。昨天打爆了军舰之后，开到这里来，这是一个堡垒废墟。这个比较像在主线任务下半段的时候，那种在海中央很厉害的堡垒，应该是有七个很多血的目标要炸的那一种。只是它现在变破烂了。啊，没有地图，这样只有一个宝箱。哦，这里还有一个。哎，这个怎么拿？我上不去啊。对啊，我上不去啊。真的都上不去。这里才对啊，我怎么都没有看到啊。有了，自己眼馋还想说要上去。我觉得另外一个宝箱可能会在另外一边，另外一边还有一个浅滩。哎，我怎么死的？我怎么死的？还死回马龙城的藏身处。哦，搞什么？这里其实也有宝箱和宝藏哎。在哪儿？我怎么没看到？I have something new for you if you like. 没有啊。哪里漏掉了吗？I have a few new things that may interest you. 补一下弹药好了，顺便现在都回来了。My thanks. Return anytime. 奇怪。
就是一样的。我可以卖一些猎物，卖了好像没什么意义。没有新的资料，哎，宝箱到底在哪里？还是要往外。外面好像也算马龙人的藏身处嘛。我试着往外试试看好了。这群是俘虏啊。走这边吗？对啊，这是这边。哎、欸，这样就移回去了啊！我们要移回去，我就是往那边有路可以走，还是说是往追那个敌人的那边去？到海边或许可以看到有。原来我的寒假号停在不是寒假号，我的新寒假号停在那哦。我觉得宝箱可能会在这。有，还有一个秘密。好吧，我只能去海滩找一找，应该会有一个问号才对啊。我看到符号，惊叹号！所以我拿到什么？铁质开山刀！我拜托，我拿到玛雅的了，现在才让我捡到这个。所以它还是第二阶，那应该是我出来的时候就要拿到了。我那时候没有拿，我就直接走了。我得换一下我的原本开山刀回来。Captain has the helm. 我发现阿德几乎都一直戴着帽子，不像肯威，他会把帽子脱下来。在我们，还是去这个好了，把刚刚最后一个拿完。那离奇死亡。
More sail! All sail! Close up! Ease the sticks! Guards up! Wow, this guy has to go so far.接下来就农场吧。Ease off the wind, trim us off the wind. Anchor. 又是白天，要刺杀监工。来吧，来吧！好，有反应了。那过去还有一个。必须要先刺杀才行，好像有点麻烦，从上面吗？距离有点远哦，看起来不是从上面杀得到的。去他后面那个草丛好了。再来，前面还有两个。好，一个走过来了，我的好机会，等他靠近吧。过来，过来，过来，过来。算一个，我稍微绕一下他的后面，从后面过去。杀！哎，他们没杀到。哦，好险！啊，不，发生暴动了。躲一下，躲一下，先把警钟给拆了，比较安全。那宝箱，等一下，我现在这样太危险了。哦，完了，我吸到两个，先睡一个。好，杀，杀。哦，对，我刚刚说先睡一个，我有点早。那看看一下俯瞰点，
会有人注意到我哎，从背后爬应该就还好。跳下去！哇，怎么没有星星跳跃？那个哨兵讨厌。觉得用火枪应该打不太到，爬上去好了。把它踢下去应该会引起骚动吧，居然没有，有一种被包围的感觉，好多人啊、哦！踢下，这样居然没有被发现。从正面去有点危险，还好没有被看到。再来就是那两个哦，完了，我吸到两个，我错了。你知道，快速解决了。这次好像引发战斗都没有太大的暴动发生，引发了那么多次。可能是因为没有离奴隶很近吧。两个不知道能不能一起刺杀、欸、吹哨是没有反应了，试试看，什么都没刺杀到，这引发了战斗。上面有一只在那边跑步，顺便捡个箱子。又卡进去，这已经是第几次遇到这种的了，射击也射不到，就算了，不管他了。两个人杀完了。Don't thank me until the sun goes down. 大家快跑、哦！是不是快要可以完成所有的奖励了？差几个而已。
顺便也把你杀了好了，反正人都杀的差不多了。啊，要跑好远啊！看一下我够不够东西可以去升级最后一个船的升级，我还有一个破击炮还没有升，不够，差一点，要500。顺便补个弹药，虽然还剩很多。那几炮倒是快没了。Welcome, Clay. 我自己的顺便补一下。这把到底要在哪里拿啊？是那把吗？有一把火枪啊，不知道在哪里拿。龙骑枪吧。Captain has the helm. Hey, 他不然自动转，自己转，原地转向吗？ Let's sail. Blew down gallants. Trim to the bends. 他连原地转向都改掉了。Crowd it all on. 原地转向的确是很不科学。Enemy fire! Fire! We'll be crushed by the rocks, Captain. Caution! Taking some damage here. 好，我们要跟你打，你来跟你来打，找我。Fire! The more fire! Hit right into blood, Captain. 撞脚还没撞到。Fire! 欠揍。我离下一个问号很近了吗？真的？那我先捡一下好了，反正他捡一个很快。Close up, ease a stick. Reef the mains. Blew up gallants. Reef, shorten our sail.哎，那个是金鱼吗？哦，金鱼耶！
死掉的，勾前死掉了金鱼。那我拿到的是什么？哦，携带弹药夹。在金鱼底下拿到携带弹药夹，操！不甘心说我是用它的皮做的。啊，所以这样子所有的袋子的第二阶就拿到了，很好。Captain's at the head. Give me some speed. 不知道这集能不能捡得完。结果没想到这问号居然是一条鱼。All in the stencils. 补一下吧，既然都来了。做头巾哦，这个补过了。我什么都还没说，他就先躲起来了，太远了啦！近一点，近一点。I see him off the starboard bow. Oh, 靠近了。Don't let this fish slip. Hang tight.I don't see it. 我记得它的攻击方式跟白金是一样的吗？他还比大白鲨好猎。Get in before he snaps that thing. Time to end this capture. 什么？哎，我们话有点多，现在在抓鱼。最后一个我们只好下周再拿了哦。那我们这期就先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下周六见，拜拜。Yeah, I leave my